主公，且慢，现在攻打吴国并非上策，应当先与吴国结盟，一起对付曹操才是。不成，吴国狗贼杀我兄弟，此仇岂能善罢甘休？我与吴国不共戴天，此事不必多说了。进驻汉中的蜀军靠着黄忠的妙计攻下了军事要冲定军山，因而大破魏军，而取得汉中的刘备开始自称为汉中王。蜀军还来不及品尝胜利的喜悦时，吴国已趁关羽不备夺取了荆州。为了替关羽报仇，愤怒的刘备亲率大军讨伐吴国。亲自率领大军东进的刘备，在夷陵前布下了长阵。张武二年，原本静观其变的陆逊开始有了动作。刘备这次的东征究竟能否成功呢？竟如此布阵，难道带兵的不是诸葛先生？若是如此，真是天助我也！传令诸然部队依计行事，放火烧蜀营。What?
行。我看我也该认命。别小看我孙家女将，小心要你的命。
悲啊，不知珍惜性命的小辈。
真的是名不虚传。
久仰阁下大名，请指教。竟要命丧于此。